論著音樂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Tommy 何家明。我出的新歌《自救》呢，其實是一首我寫完才會令到有 Tommy 何家明 solo 歌手的作品的一首歌。我記得是上年寫的，但是去到今時今日呢，我再出這首歌，我發覺我這兩年經歷過的東西，會令到我唱這首歌的時候更加有體會。簡單啲嚟講，我希望大家都經歷過，大家一齊經歷過呢兩年嘅嘢之後，揾一個屬於你自己開心、快樂、健康嘅生活方式，去好好 take care 自己。然後，如果當你仲有能力嘅時候，就好好去 take care 你身邊嘅朋友同埋親人，因為你唔能夠知道聽日會再發生乜嘢事，所以在當下的時候做好自己想做的事其實已經很足夠。最後就是自救好像是一個很孤單的過程，因為要對自己的事負責和要去 settle， 但你會發現其實身邊所有的人其實都是做的同一件事，其實你一點都不孤單。歷史中早看透，人早看透，流多少血水亦要治理傷口，生死了才会失救，其实生死了才会失救，无用多几次才会参透。